我一直很希望我爸爸妈妈到比赛场上看我参赛，可是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一场，每一站都要签那个生死的契约书。我不会让自己陷入最危险的状况，我就是挂心担心，希望说他能够停下来。我真的是想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。爱的万物论每周一到周三晚上11点，好好看看我。